今天我在那个集里面买了一个游戏机，这一种的游戏机是给我那个外甥玩的，这种是小孩子玩的游戏机，他每天都特别特别喜欢玩手机，我为了不让他玩手机，买了一些这个游戏机，还有多少人是记得这种游戏机的，我来选关，现在开始，看，这是坦克大战，看到了吗？这是坦克大战，看死了，这是坦克大战是吧？往下，先发射。这种小游戏机现在的小孩子他都不愿意玩，因为他说这个动脑性可以很少。看，刚才炸死两个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游戏机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玩的少，这里面也有图像，还有那些功能呀之类的，有俄罗斯方块，有坦克大战、贪吃蛇之类的这一些东西。这一个游戏机，我们小的时候卖5块钱一个。现在这一个游戏机它的成本是25块钱，是不是很贵？这一个25块钱很贵了，这个东西。还有多少人是记得这个游戏机的？我们评论下方见了。